箴言第三十一章第二十八节，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好啦，我相信到而家大家更加明白，就点解呢一节讲到教师嘅时候咧，就讲到关于家呢、这个就系点解？其实咧，按住呢个原理嘅话咧，咁你就明白点解会有国际性先知啊？因为点解？因为全世界所有教会都系咩话？都系一个大家庭。而事实上呢个世界只有一个家，就系天家。而事实上，当你咁理解嘅话咧，咁你就发现咧，圣灵点解好明显啊？可以系一个圣灵，但系问题咧，所有人都可以百节各按其职，彼此嘅合作咧，因为得一个圣灵嘅啫。即系话就好似我嗰阵时去讲关于先知一样啦。咁我讲先知嘅时候，我用雷达网去讲啦吓，就系讲人造卫星所发布一个嘅信号嘅话，全世界你用天线啊，用雷达网啊。你就自然会收到同一个信息，系咪？冇可能有唔同噶嘛，系咪？即系话，你会睇到嘅人造卫星去发布出嚟嘅话，就话大家见到箴言第三十一章嘅话咧，你唔会发觉另外一个就话接住人造卫星嘅信息就叫我哋见到利未记第二十章咁，冇可能噶嘛，系咪？你只同一个信号，所以先知就已经证明一个咁样嘅 concept， 一个咁嘅概念咧。但系咧，其实喺今时今日咧，基本上咧，好少基督徒认同嘅。是好少啊，因为点解？因为基本上好多九成嘅教会嘅牧师都唔认同嘅。因为点解？你睇下，譬如好似基要嗰啲认唔认同？系咪佢唔认同啊？佢话你灵恩咁关我咩事啊？系咪？即系你有圣灵，充满有圣灵咁关我咩事？你有圣灵，我都有圣灵，呢个可能啊。如果佢有圣灵，你就冇啦，已经系咪？你反灵恩嘅话，但系问题佢死撑啦，因为佢觉得死无对证啊嘛。但系冇得呃噶嘛呢样嘢。你监操咁做嘅时候，你咪使到你自己堕入一个深渊咯，一个地狱嘅深渊咯，就是你永远都唔使自有救恩咯。因为呢、这个你会睇到喺咁多年里面咧，我发觉好多人甚至系翻我哋教会嘅人啊，好多时候佢哋唔系真系接受呢样嘢。因为点解咧？因为呢个系我观察所见到嘅，所以呢一点我觉得特别要对我哋教会嘅弟兄姊妹去分析。因为全世界基督徒你唔接受呢样嘢咧，咁其实你就收工啊！你唔接受根本。世上只得一个圣灵，而并且咧，我哋系一个 family。因为点解咧？因为好简单，举一个实际嘅例子，譬如举个例啦，你嘅家庭本身系非常之和谐嘅咁样吓，即系尤其是你嘅爸爸妈妈非常之恩爱啊，极之恩爱嘅你爸爸妈妈。咁但系你仲细个，咁你仲系跟住爸爸嘅咁样吓。咁但系因为妈妈咧系一个企业家，咁爸爸就喺香港住，咁妈妈咧就有阵时会喺加拿大住。咁於是乎咧，有一次咧，你就諗住咧喺暑假嘅時候咧，就離開香港嘅爸爸，就去加拿大嘅媽媽嗰度度暑假咁樣。嗱，你會唔會做一樣嘢就係話嗱，你係只有一個家庭咧去另一個家庭嘅啫，係咪啊咁樣嘅啫？你會唔會一樣嘢就係你直成出門口嗰日啊，你揾刀仔去捅你阿爸啊，然後咧鬧佢，我終於可以離開你呢個家庭啦。咁跟住咧就走咗去加拿大。同埋个阿妈妈咧，谂住撑埋呢个妈妈一齐去害同埋攻击个爸爸，你会唔会咁做？你黐线嘅咩？咁做系咪？冇咁黐线嘅人因为，但你见好多基督徒转会都系咁做，佢咁做已经话俾你听一样嘢咧，佢由一间有圣灵嘅教会转咗一间冇圣灵嘅教会咧，明唔明啊？系咪？点可能啊？你转会嘅时候咧，你直情好似转咗家庭咁嘅，明明如果呢度系天家嘅话。咁你转到系咩家先至会攻击呢个天家？你见唔见我讲紧啲乜嘢？所以你会睇到好些人咧，就算好些教会啊，明知道譬如石安有恩膏咧，佢都照攻击噶。咁我就即刻知道呢间教会系冇圣灵，一定系冇嘅，因为佢攻击我哋啊嘛。咁我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根本所有嘅恩赐、神迹、奇事啊，全部都系靠圣灵。弟兄姊妹都经历到呢样嘢，但反而攻击我哋嘅教会系冇，然后佢仲够胆攻击我哋，你能唔能够想象？因为点解咧？因为本身就算你啊，即系圣灵长喺你生命度，或者呢间教会祝福啊，你只要一攻击真正神嘅家咧，你唔使谂嘅。你喺边度都好啦，你等住落地狱啦，你成班都一齐落地狱啦。明明我讲紧乜嘢啊？而事实上我见到好多，譬如好似我哋教会当中，以前有啲咧，即系翻咗教会其实唔信我讲嘅嘢，但系佢自认佢自己好信啊，好接受啊。因为如我所讲，我哋用佢道教嘅方式去定佢自己嘅标准。他用他自己熟悉的方式定，他觉得自己很卫生。但是当他
佢覺得自己係喺呢度咧所承受嘅嘢啊，或者教會所俾嘅標準過高啊，或者甚至佢因為罪而俾我哋管教咧，佢諗住轉會。嗱，開頭都叫好好地嘅話轉會，但一轉之後咧，就發覺佢係咁攻擊我哋啊，又話呢啲唔啱，嗰啲唔啱啊！唉，我翻住呢間教會幾有愛心啊，我犯呢啲罪都 OK 啊！哇，直情我講緊咧，佢哋成上埋嗰啲叫做心機啊，成咁攻擊我哋嘅喎。但系其实佢上去攻击嘅时候，都仍然承认就系我哋个标准高嘅，合乎圣经嘅。但系你谂下，佢咪死梗啦？即系就算佢攻击嘅时候咧，佢都知道我哋有圣灵。但系你咁做嘅话，你咪等于永远脱离呢个家，你唔会咁样噶。你唔会话我由爸爸呢个屋企，我去加拿大妈妈屋企，我出门口嘅时候我要揾刀捅我阿爸咁啊。然后去到加拿大同我阿妈一齐嘅时候，我会撑埋我阿妈一齐去攻击你嘅。你等住死啦咁样咁啊，边有可能啊？如果呢个系真系家庭，你加拿大嗰个真系同你爸爸好恩爱嘅太太嘅话咧，佢边可能做呢啲嘢啫？系咪先？但系好多人嘅意念就系咁啊。而事实上咧，其实你从呢一点都睇到啦。即系如果我哋有圣灵，然后你转去一间教会恨我哋嘅，咁啊已经知道佢绝对唔系呢个家庭一部分啦。你知唔知道啊？箴言第31:18，我哋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紧靠着你，同你一起，让你话语除去生病。今我已立志，全行奉你话语，面对难阻也不舍弃，爱你永没怕走多远往万里，爱你再莫惊冷或暖被雨起，我心要依靠靠主你应许，每天按真理诚实爱你。